家今晚的莅临演出。然后这一场演出算是我带来了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曲子，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没有准备安可曲，对，然后所以今天演出就到此为止。那另外就是这场演出，我有比较几个比较想要感谢的人。那感谢的人很多，包括我的朋友们。那当然比较重要的是我父母的支持。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，我的音乐老师有到现场，那个陈老师。如果是钢琴社的同学，应该之前都有上过陈老师的课这样子，所以就也都认识陈老师。然后今天这场演出，从过去的准备到现在在台上的呈现，其实这一连串的过程，就是这些曲目大家都可以知道。如果有练过钢琴的，就知道巴哈、贝多芬这些东西其实都相当具有挑战性。但是我很感谢的是老师，他其实非常有耐心，然后也非常的很有智慧的，用很多方式、很多的方法来解决，不管是技巧上面还是音乐上面的问题。那也才有今天这一场在台上的音乐的呈现，这样子。对，那今晚谢谢大家的莅临。虽然大家就是今晚的演出已经到这里，那如果想要就是跟我合照，可以到这里来。